现在就开共享，我先把声音关掉。这一位是属于妙莲，看得见我的文件吗？看见，好的。三八三经，它还是跟那一天我们讲的三七九经的转法轮经是一样的。他的都，我昨天有提到，就是他这是一系列的，都是讲四圣谛的。他只是他稍微有一两句他的话不一样，所以三八三经就是这样，三八四也是，三八五也是。我们看，如是我闻，这个还是阿难陀听到的，所以阿难陀背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某一次啊，一时就是某一次，某一个时候，佛住波罗奈瓦拉纳西哈，仙人住处鹿野苑，就是鹿野苑，就是仙人下来的地方，在那里呢，当时世尊告诉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为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集圣谛。所以，我们知道四圣谛是我们佛教的核心、中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道理。四圣谛，十二缘起。如果你要说除了四圣谛之外，就是十二缘起。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针对不同的东西。四圣谛主要是指针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我们的烦恼，因为烦恼制造苦，而十二缘起的它是轮回的那个主体，就是。缘起是一个轮回的主体，告诉我们是谁在轮回。所以，你通过观察缘起，你把那个主体把它毁灭，把它毁掉。所以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因此，两者都要修的。我们先学。四圣谛，就是尤其是苦集圣谛以及苦灭圣谛这两个是相对的，一个是烦恼，一个是灭烦恼，所以这两个是相对的，尤其是这两个。当然你要认识这个就是苦来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不认识这个是苦，你就不会去找苦的原因嘛。就不会去找苦集，你也就不会去灭苦。所以学这个佛法的过程呢，对初学的人呢，他只是学戒；开始学的人是这样，他主要是学戒，而且戒也学不好，就是他是被动的，他并不是自己在那边自发的再去守戒，他是被他的师父。传了戒给他，他是被逼的，所以他有一点被动，所以因此他的戒就不会学得很好。所以戒学不好的话，他不会认识他自己的烦恼，他找不到。所以因此我才一直强调戒非常重要，对初学的人呢。
那些走上修行的路的人就不一样，他就要去找自己的会增加、会产生苦的那个烦恼在哪里。所以这就讲到五下分解和五上分解。所以这个集呢，就是指五下分解和五上分解。等一下有一部经就会提到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会谈到。所以这个集和灭的是最重要的这两个，在四圣体里面。当然，道是方法了，就好像昨天我所跟你们做的比喻。就好像我们有病，这个苦就是等于一种病。那好了，你去找医生，医生给你看，他就要跟你找病的原因，就是苦集。苦集就是去找那个病的原因，苦灭就是他开那个药了，把那个病把它治好，所以就苦灭。那苦灭道就是要吃药，也就是要修了。对我们修行人来说，你就要针对烦恼来修，修它就是要用八正道。当然，八正道我们也有提过，就是它是一种中道来的，就是你要做到不偏不倚的。但是初学的人学不会，出国的人也学不会，恶果也。不大会这些东西，三果开始你会，你就会注意到修行要不偏不倚，要中道，这个是要恰到好处的，是恰到好处的，所以是非常困难、非常难捏得到恰到好处，非常难。好了，所以苦集，苦灭道集的人，就是那个道的路。集嘛，就是横集嘛，它不是一大片，它是一个横集，你知道吗？我们走过的路的横集就是几个脚印，所以这就留出你，比如说你在大一个大森林里面，森林里面都是雪，那你几个脚印就露出一个横集，对吗？一条你走过的横集，在森林里面，你的脚印留在雪地上面。那就是一个痕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从这边走过去，这叫迹。所以他那个是一条很细的路而已，就是你的两个脚印而已嘛。所以八正道就是这样，你的脚印走过去的脚印呢，其实就是中道。你每一步都要走中道，不要走偏，不偏向两个极端了。所以就中道啊，哦，道集就是八正道。好了，佛陀就说：“比丘于苦甚提，以知以解。”那么我们对苦，昨天我们有分析，它其实是讲，不只是身体的苦，身体的苦是四种：生老病死，心的苦也四种，就是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之甚苦。所以这也是四种，四种是身体的，四种是心的，所以叫八苦。哦，所以你要对这个苦要认知，它这个苦是因为我们的业带来的，是吗？你的业带来你这一世的身体嘛？这个业是我们自己带来的。其实这个业是因为我们的心。在前一世或者以前的某一世，我们所造的那些业，那些业，结果就带来这一生的这些苦难。对于那些这一世修到三果的人呢，当然有一些了，不算是多数了。对于那些已经修到三果的人呢，他就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造的业的话，他的苦会在这一世会得到，会逃不掉的。所以不要以为说他造了业，这一次走后
没有人找不到他来算账，不会的，会提早成熟的，所以因此要特别小心，尤其是不要造，就是比较严重的业，因为手会不小心嘛，会造一些业，所以要特别小心。因此是这个正念非常重要，八正道里面的那个正念呢非常重要。正念它配合你的心，要真精进，要有正念，然后要有心要安静，要有定，所以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几个要配合，非常重要。平常的人的修也是这样，当然他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呢，只有修上果位的人呢，二果、三果这样的人，他就会注意到这些东西。出国的人，他就是，拿起一把鸟枪，就是去树林里面乱射一场。他还不会真正的射到鸟了。但是二果、三果的人，他是针对烦恼来射的，所以他的鸟枪拿到树林里面，他就针对那个准准那个鸟，bang 一声就射到了。这是一个比喻的，他当然不会去杀生了。我只是一个比喻而已了，所以他是有目的的，他是针对性的来针对烦恼，一个个烦恼用正确的方法来对付，就好像你拿的鸟枪对准那个鸟来射的样子是一样的。当然，二果是这样，三果更是如此，四果更不用说的了。走向四果的人更加针对性的更强，他不要去针对别人，他只是针对自己的烦恼，所以他是不一样的。出果的人不会，他的心是非常散的，不会专注，专注力不强，所以因此你看七觉支里面。就讲到这一点，正念。第二是责法，他非常专注的，所以他要责法。正念责法，然后要精进，然后喜乐，一心舍。你看后面全部是跟定有关系的，对吗？所以正念责法，责法就是你找你正确的法来对治烦恼。所以这就是道基就是你走过的修行的道路啊，所以道基，所以对苦题他已知，他知道他的苦，因为他知道会升起烦恼，烦恼会造业，造业会带来苦，所以他对他的苦他已经知，已经了解，已经充分的了解，生与意的业造了之后，他会带来苦。尤其是恶业了，善业当然会带来给你善的果报了。不知道的人，他不了解这一点，他看不到这一点，他就不相信。只有信的人，他才会进入佛门嘛。我们进入佛门，没有一个人是清净的，多数人都是一大堆，恶业的，明白吗？所以因此。你不要以为进入佛门就马上菩萨保佑、护法保佑你，没有这一回事的。你自己造的业，你自己要去担的。他们才不跟你担，佛也才不跟你化解。你以为菩萨跟你化解？没有的，不会跟你化解。护法保佑你，没有的。你不要以为他们会保佑，护法可能会警告你，你可能会避过一难。但是你没有吃大的苦头，你的小的苦头是躲不了，还是有小的苦头吃的。所以因此你要明白这一点，业是有报的，不管什么业了，善业恶业都会有报，时间到它的报就来了，果报就来了。所以因此我们对这个苦要已知已解。要了解它。第二，苦的原因，苦集，
的真理要以之以断，所以你要有烦恼，针对烦恼来修。只有这样呢，这种人是恶果、三果、四果的人做的，走向恶果、走向三果、走向四果的人做的。初果的人呢，就是断五下分解嘛。昨天我就讲了，就是怀疑戒进取和有生见，这个。你们按照我教的，就是能够达到出国，就是修三十二生分世界差别。那你说为什么别的师父不教这一个？很少师父教这些，他教他的嘛，没有错，他教的也没错，只是我教的是针对性的嘛，我是跟随五下分解来教的嘛。所以，因此我教的我的那个内容是非常窄的，很小，对吗？因此对很多人来讲就觉得很枯燥，说这个法师不会教，他只是教这两个而已，他不会佛法，由他们去说嘛，我才不管这么多。你们如果批评我，只是会造恶业而已，会障碍你自己。不会的人，他就会给自己造不必要的恶业，障碍自己。所以不要去批评那些教佛法的人，尤其他是懂得怎么教的人。很多的人会自以为是，他就会去造不必要的恶业，所以非常危险。所以要非常小心。如果有造了恶业，赶快跟那个人忏悔，找他忏悔，就是说一声对不起嘛，法师，我以前对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就是这样而已。我也不知道你说了什么东西，我也不会去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他的。急就是指它的原因，我们的烦恼。最严重的就是对三宝不要造恶业，对佛、对法，千万对佛要恭敬，千万不要对佛有不敬之心，千万。第二，千万对法要恭敬，不要不恭敬法，不要信口雌黄乱说话。第三，千万要对身，尤其是有正量的身恭敬，不要乱说话，不然你会造严重的恶业。所以这是苦的集了，就是烦恼，我们的烦恼。所以你要以之以断，断就是如果你对这些三宝造恶业或者诽谤。说没有轮回这一回事，没有善恶报这一回事，当然这是邪见了。邪见的人他不会信佛，他更不会修的，不要理他，让他去造这种恶业是他的事。但是对佛教徒是不应该造这样的业，明白吗？因为这种是属于断见。上回我们也提到几种见嘛，对不对？身见、有身见。邪见，对吗？我见、边见，对吗？这个叫断见，就是不相信的，所以叫断见、断然的，不相信有未来世，这就是断见。断见跟禅见是两种极端。什么叫断见？就是刚才所说的嘛，不信三宝，不信因果，不相信有业报。这种叫断见，不相信有未来世了。我爸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下了地狱去了嘛。他只是造一次恶业而已，就下地狱去了。也是我引起的，因为我教他学佛，所以他就说：“你别跟我说这些，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这就是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就叫做断见，就是认为只有这一世而已，没有未来世，那就是错的。所以
这就叫断见。断见的人，也不算少，也当然没有常见的人多了。常见的人认为我们都存在，这一次是我，下一次又是我，同一个人在轮回，这叫常见。那个查底比丘就是所谓常见，他认为是同一个人在受报，不是的。为什么不是同一个人在受报？因为我们的识一直在变。怎么样知道识一直在变？所以这个要下一番功夫去研究、去学习它、去观察它。当然，靠听人家说是不够的，你自己要观察它。观察了就你知道识是一直在变的。以前我就做过实验嘛，我说我喝一杯水，然后我拿一杯水，没我的杯子啊，我拿一杯水来喝。这边有几个识，首先我要眼睛看。那个杯子，那就眼识，然后接下来是意识，就叫我的手去拿我的杯子，对吗？然后意识又叫我的左手拿我的，拧开我的杯盖。这边几个食疗了，三四种了，对不对？接下来意识又说水在里面呢，就喝水了，然后右手又拿水就喝了。那你就喝一口水，那个是什么识？生的识。所以你想喝一口水，这边有几个识在操作，最少有五六七个识在动，所以不简单，对吗？所以它的识一直在变，一天之中这种小动作有多少？不得了，很多很多。就像我跟你说话，我的表情就是一个很多个词配合在做啊，所以时是一直在变化的，一直随着缘而在变化的，所以这一生的时有多少算不完，前一生的时有多少算不完，那么这一生的时里面有没有前一生的时？有，那么这一生的时有没有下一生的时？没有，对吗？因为下一生又有新的经验、新的环境，所以又有新的时，所以因此时是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变，而且它是一直在增加的，因此它不是同一个人在轮回，就证明不是同一个人在轮回。我只是这样解释，你就应该听得懂。要是你听不懂，你就要好好去听我这个音频或者视频，自己好好思维它，你就知道查底比丘错了。佛陀说识缘名色，这是正确的。如果名色一直在变，识就一直在变，对不对？所以，因此识不是同一个人的识，并不是同一个识。所以，因此北传佛教所说的那个暂时阿赖耶识是同一个人，错的，它是不对的。你就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是认为同一个人在轮回。因此，在清净道论里面，佛应尊者说。缘起里面就讲三世缘起，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错，这就是错的，对吗？因为不是同一个时间轮回，这是佛说的嘛，不是我说的嘛，这就证明佛应比丘理解错了，因此佛应比丘不是阿罗汉，对不对？尽管他写的清净道论，但是他这一点是错的。这点是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都被这种严重的错误误导了几千年了。尤其是北传、南传也是，密宗也是，我们都被这种三世轮回的这种这种说法
误导了几天呢，因为你没去真正的去观察那个时是原名是时是一直在变的，所以因此你就要想苦集甚啼，这就是苦的原因啊。已知已断，知道什么？你要知道什么？包括一切的烦恼，包括缘起，断什么？你要放下，要断掉它，断掉那个烦恼，断掉对认为实是我的常见。你去，所以才会放下断见。像我爸的例子就是断见，常见就是察底比丘，认为同一个人在轮回的常见的人多的是，100个里面可能有80个是这样的。认为是同一个人，西方的那些基督教就是都是这样，包括伊斯兰教也是这样，包括婆罗门教也是这样，因为他们都要去天国嘛，对吗？去天上嘛，包括那些信极乐世界的人也是这样，因为他认为有一同一个人是同一个人。这个人是不会变的，一直在轮回。错，不是这样的。你一明白这一点，你那个常见就消失了，你就不会有常见，更不会有断见。这样的话呢，你对苦集甚啼才是真正的已知已断，明白吗？好了，苦灭甚啼，已知已证。明白的人就会证出果，断三结，怀疑戒进取，有生见。按照我教的来修，修32身份世界差别，破除有生见，认为无蕴是我，你破掉它就是出果。二果减少贪嗔，三果灭掉贪嗔，那这五种烦恼就五下分解。苦灭甚啼，已知已证。这里证的什么果？初果、二果、三果，还有四果怎么样？五善分解是什么东西？色爱、无色爱、调回我慢、无明，尤其是我慢，我一直强调这一点。这五善分解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我。那个我见，所以这个我见呢，又是认为有一个常，对吗？也就是一种常见，认为有个我嘛，那个我是同一个我嘛。你想想，你今天你认为你在听这个佛法，好了，你今晚去睡觉了，明天醒来，你就想起我昨天听的佛法，你认为你是同一个人在听吗？同一个人知道吗？你自己答这个问题。你自己答，我不给你答案。你认为同一个人是在听，同一个人在回忆这个的话，错。这个就叫常见，也就是我见。那个我，昨天的我已经过去了，到了明天是另外一个我出现，那个我也是一直在变的。听清楚哦。你不要以为是同一个我还在，不是的。你所升起的那个我是新的一种我的想法，你认为那个我又延续从昨天延续到今天，或者从今天延续到明天，这个就是常见。但是十缘名色，如果你接受十缘名色，然后明天的我是谁？你问你自己。昨天的我、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你自己去想它。如果你能够把它都看成昨天的我已经死了，今天的我今晚睡了之后就又是另外一个了，明天的我是明天的我，另外一个，这样就对了。你就会是真正的苦灭甚啼，已知苦集甚啼，已知已断。不容易了，还苦灭甚啼，
以之以正，正的出国，正的恶果，正的三果，正的四果。所以你自己要去观察，去思维它。所以这个叫做无间等，也叫做无等间阿毗萨玛雅，就是你随时随地一直在观察自己，我是谁？是我在看吗？是我在听课吗？这样，如果你认为你现在听的是十缘冥想，就对了。你认为是我在听课，那就是我见，也就是20种我。所以关键就在这边，要无等间，就是你要随时随地一直在观察自己。所以以知以正，苦灭。道即你在思维的当下，在观察的当下就是道，就是你在森林里面走过来的那个雪地，走过来的那个脚印，那个痕迹。所以以知以修，苦灭道即圣体以知以修，你自己要去做你的修行，怎么样修行？要正念，要责法，去觉知嘛。正念、责法、精进、喜乐、一心、舍，安般念要常常修，要常常做，慈心禅要常常做，精行要常常走。32身分要天天修，世界差别要常常观察它。这就是方法，这就是道，这就是苦灭道即的圣体，以知以修，你要修这些道，这些就是关键的。我只是教你最省略的、最少的功课了，没有比这个更少的功课，对吗？我是针对性的来教，只教最重要的东西，修最关键的法。其他不用去修它，需要的时候不明白，你可以来问我，这样就够了。所以这个就是禅修班嘛，我们现在上课其实就是禅修班了嘛，对不对？我给你们教指导，然后你自己听明白，你自己在家里修嘛，随时随地都可以修的嘛。不一定要跑到山里面安静的地方盘起腿来才能够修，那样太局限了咯，这样太慢了。必须要在你的生活之中修的，所以照样留在家庭里面，照样做你的家庭主妇，照样做你的家里的主人，男主人，对不对？照样照顾你的家庭，照样工作。照样去买菜，对不对？照样周末你要去应酬娱乐，你去做嘛，没事情的。只是不要忘记修就是了。随时随地观察自己，无间等，所以叫无间等。等就是正等正觉的意思了，无间等啊，比 sam 那个就是正等正觉的意思嘛，samaya。无间等，所以阿毗萨玛雅无上的正等正觉的那样来做止观的修行嘛，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苦灭的道即的圣体以知以修，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关键的地方。如是比丘断爱欲，对吗？如果他断了爱欲的话。二果、三果，对吗？转去诸结，把那些结、五下分解结束。那么，欲慢无明、无间等，欲慢对慢和无明、无间等，不对，欲慢无间等。OK，没有明这个字。对于我慢，五善分解里面最关键的就是我慢，20种我，欲慢无间等，对那个慢，
我所谓的二十种我嘛，这是我，这是属于我，我在色里面，色蕴在我里面，受是我，受是属于我，我在受里面，受在我里面，想是我，想是属于我，我在想蕴里面，想蕴在我里面。行是我，行是属于我，我在行云里面，行云在我里面。识是我，识是属于我，怎么会是属于我？自己想，识曰名色。啊，识是我，识是属于我，我在识云里面，识云在我里面，所以这是二十种我嘛。你观察它，无间等。就是随时随地在那边止观无间等究竟苦边，就会修到自果，就会修到阿罗汉。阿罗汉苦就结束了嘛，苦边就是达到苦的边际，就是苦结束。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这就是三八三经，我们讲完了。接下来三八四经，三八四先找一下哈，我看一下我的三八四去了哪里。三八四找到了，找到我要好，我现在来找，给你们开三八四。好，这就是三八四经，漏的灭尽经。这部经里面有难传的经文，所以因此佛陀讲四圣谛讲了很多很多次，不是一次，不只是转法轮经一次而已。好，这边就三八四经漏的灭尽经，巴利文叫阿萨瓦漏卡亚。卡亚就是灭尽，啊，阿比萨玛亚不一样啊，玛亚那是玛亚，这是卡亚，卡亚就是灭尽，阿萨瓦就是漏，卡亚就是灭尽经，所以我们看了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一样的啦，这些都是在婆罗那国，我们就带过。这时候，世尊告诸比丘，看得见他的字吗？还是需要我放大一点？我把它放大一下。好，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是？为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即圣谛，所以这四种四圣谛，所以我们就带过对这个苦圣谛已知已解。刚才我们已经解释，所以我不再重复了。对苦集圣谛已知已断，对苦灭圣谛已知已证，证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对苦灭道即圣谛已知已修，所以三转十二行呢，这边讲的是第三种第三转，第一转就是告诉你苦集灭道，第二转就是当知
单断、单正、单修这四个了哈、哦。枯单枝，即单断，灭单正，道单修。那么这个是第三转，已知、已断、已正、已修啊，所以这四个咯，已知、已断、已正、已修啊，所以如是比丘名为阿罗汉，诸漏已尽。什么漏呢？这边是讲四种漏：欲漏、有漏、见漏、无明漏。刚才我们就提到见，对不对？所以见是很严重的一种漏，就好像你的瓶子，比如说你拿了一瓶矿泉水，矿泉水裂了，瓶子下面水一直漏出来，所以叫漏。结果水一滴一滴就漏走了，就没有了。最后等你要喝的时候，水都漏完了嘛，所以就漏食了。为什么？它一直在不小心造业，不小心就造业。造那些贪嗔痴的业，所以叫漏啊，所以漏是很严重的漏嘞，其实嘞，每个人不一样了哈。我也不要讲这个东西了，如果我讲的话，你们会有产生一种概念，有一种先入为主，然后以后你想，我必须要去。体验从同样的东西，因此我最好不要说。等到你体验到它的时候，你会来跑来问我，师傅，这个是不是代表漏？这样我才来跟你说比较好。所以漏嘞，我只能够比喻就是水瓶漏水了，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漏里面有四种漏。欲漏就是对欲望产生的漏，财色名食睡，这是漏。财对钱财漏了，色就是淫逸，名就是名声嘛，食就是食物嘛，贪吃嘛，睡还有睡觉，财色名食睡，这些是基本的欲望，这叫欲漏。有漏就是造业，造贪嗔痴的业，不小心造贪嗔痴的业，所以就造了业，有了这个业就会有果报，所以叫漏嘛，所以叫有的漏嘛，会有会出现嘛，将来会出现，会出来再来轮回受苦，所以叫有漏，见漏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见解，所谓有生见呐，邪见呐。我见呐，边见呐，对不对？断见呐，禅见呐，各种各样的见，这些都是你的想法，你有个，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所以这个世界上才会这么多姿多彩，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想这样，他就偏要想那样，所以你没有办法嘛。头脑又是他的，你又不能够改变他的主意，所以这就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就想想，单单语言就这么多种，全世界上千的，我跟你说，我听说单单印度诶，它的语言就几百种。印度比中国还小，它语言就有几百种。我看中国也是差不多。你这样想，南方的语言就很多种，当然广东就有好几种语言，有广东话，对吗？有客家话，有潮州话，对不对？至少就有这三大主流的，还有其他的，比较小的那些民族，还有他们自己的话，所以语言就很多。全国这么多省，对不对？每一个省都有不同语言，加起来就整百种了，对吗？所以中国，我相信语言也相当多。他讲是讲有50多个民族，但是我相信语言不止。
因为有一些是非常小的民族，比如是在东北，东北就有好多那些各种各样的民族，所以语言就很多，所以不得了。所以这个就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他有用不同的声音来代表不同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所谓见。啊，你的看法，你的就用声音来表达，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语言，也就代表不同的见解，对吧？比如说我们讲吃饭，北京话说吃饭，它客家话是 sifong，吃饭，福建话是甲崩。潮州话是甲崩，也是一样的，甲崩甲崩。广东话呢，食饭，对吗？不一样。英文呢，eat rice。马来话呢，makan nasi。你看很多种语言。啊，西藏话呢，za de de，za za 就是吃，de 就是。米饭，啥的？泰话嘞，常靠泰话吃饭叫常靠。你看，多么种不同的音出来，当然吃饭有这么多不同的音，所以由此可见呢，这是为什么他有不同的想法，他就会用不同的音来代表同样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不得了啊！你一讲起来的话呢，结果令对方就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因为你不同的音调，所以总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多姿多彩的，这也产生很多的误解，对不对啊？这就叫做见漏，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看法、见解。对一同一个东西，你有不同的想法，就有不同的意见呢。所以这是很多姿多彩的，所以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所以你了解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它是有很多种方法处理事情的，只是说我们要不要执着某一种方法是绝对的。你就看别人怎么做，这样观察他，然后你自己就做跟他不一样的，你就用你习惯做的方法来做，这就是见漏。所以，就是你用你的头脑的想法来做，也就是见了，这就叫见漏。然后最后一个漏，无明漏。什么叫无明漏？无明漏就是。对这个佛讲的这个法事圣体的苦集灭道彻底的三转十二行，所以叫无明漏。如果你能够彻底的三转十二行，就没有了无明漏。无明漏是最后一个段的，所以五善分解里面呢，色爱无色爱，调毁其实就是心不还不够定，还缺乏正念，所以才会调毁。为什么我慢就后面作怪？因为有我慢有调回，所以无明漏就还没有解决，所以无明是更在后面，所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这个比喻是最好的，这边用来比喻这个东西是最好的，所以它一个比一个大，在后面最大的那个就是无明漏。无明，所以五善分解最后那个就是无明，无明也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第一个无明缘行，对吗？你才会造生语意的业，行缘识啊，你会识行，因为要有识在配合它嘛，你才会去造它嘛。所以识缘明色，你一个跟着一个嘛。
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以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是起了这整堆的苦，对吗？所以这就是无明，所以无明漏，四种漏，记住：欲漏、有漏、见漏、无明漏。那么阿罗汉呢？他是诸漏已尽，没有漏了，没有了欲漏，没有了有漏，没有了见漏，没有了无明漏，所以他就是解脱了咯。所以阿罗汉的人呢，他不会有任何意见的，你问他，他不会跟你发表意见。你问他怎么修，他会说耶，守戒、修定，然后修慧。完了，三学，这样就是够了嘛？其实每个人就在里面就去摸索了，就是按照佛教的嘛，他也没有意见的嘛。为什么我们要有再重新发明呢？重新去发明佛法呢？不需要的，佛法佛已经讲好了，我们只要用佛讲的法来教就是了，来修。修完就用同样的法来教就是了，所以不需要再创新的。一个佛的时代呢，就是那个佛的法一直在，一直维持原来的法，这就叫佛教。没有阿罗汉教，只有佛教，明白吗？阿罗汉如果成了阿罗汉，他只是教佛所教的。他只是教佛所教的一部分而已，因为他是最拿手的，就是那一部分，那就是够了咯。他能够修到解脱就够了嘛。啊，他能够修到欲漏没有了，有漏结束了，啊，见漏没有了，不发表意见了，无明漏没有了了，苦集灭道结束了。修完了三转十二行，所以就漏已尽。所以佛说此经已，所作已作，就是他应该做的修行已经做完了。离诸重担，五蕴是重担，啊，对不对？五蕴是难以背负的啊，世人背着他背负乃众苦，舍去是安乐。所以五蕴是重担，待得己利啊，他得到自己的利益，近朱有节，有什么节？就是五下分节，五上分节，正字用正确的方法产生16观字，正字善解脱，修道解脱，正字善解脱。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那这边有南传的经文，相应部56相应25经，漏的灭尽经。比丘们，我说知者、见者有诸漏的灭尽。我说知道的人、见到的人、知道法的人和见到法的人有诸漏的灭尽，非不知者，并不是。没有知道的，并不是没有见到的，比丘们，而知道的、见到的是什么呢？才会达到漏的灭尽呢？比丘们，知道和见到是苦的，是漏的灭尽；知道和见到苦的集，就是苦的原因的是漏的灭尽；知道和见到苦的灭。就是正啊的人是漏的灭尽有正知道和见到导向苦灭道的八正道的人是漏的灭尽，比丘们这样的知道和见到才能够使漏灭尽五四种漏灭尽，比丘们因此在这里这是苦应该努力被做啊，就是来修了。这是导向苦灭
这是苦，这是苦集，这是苦灭，这是苦灭道集，应该努力的被做，应该努力的去修它，所以这就是它的南传的经文，所以它南传的经文跟北传的不大一样，对吗？北传的呢，直接跟你讲怎么样达到啊第三个层次的三转十二行，第三转这边南传的经文呢，也是知道跟见到，知道见到苦，对不对？知道苦，了解苦，知道集，断掉集，见到集的断掉，知道苦灭，正道。苦灭就是正道、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知道苦灭的道以及修道那边，所以就是知道跟见到了。所以知道跟见到，使到这个四种漏，欲漏、有漏、见漏、无明漏被清除掉、被灭掉。所以它的南传的经文，它的文句呢，稍微比北传的经文比较。浅白一点，稍微比较浅白一点，但是北传的经文是非常非常详细正确的，这就是三八四经。接下来我们就讲三八五经，我要找一下经文先。三八五经，三八五经找到了。好，我们就开共享三八五经。好，三八五经杂二行，这个只是杂二行有，南传没有。所以今天讲的三部经里面，只有三八四有南传的经文。三八五经，我们看，如是我闻：一时佛住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啊，这个是我们就带过了。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苦灭道集圣谛。若比丘与苦圣谛已知已解，苦集圣谛已知已断，苦灭圣谛已知已证，苦灭道集圣谛已知已修。如是比丘边际究竟，什么叫边际究竟？就是达到苦的边际了，啊，走到那个轮回的苦的边缘了了，边际，苦的边际，边际离垢，就是没有肮脏的了，垢就是垢染，贪嗔痴的垢。贪嗔痴也是毒，贪嗔痴也是污垢来的嘛。所以垢离垢，边际反省以终，就是修反省。反省来讲呢，并不是指不杀不淫逸，不止他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喝酒过午不食啊。不歌舞乐，不相慢事，不坐卧高馆传座，不手作金银钱财，基本上就是这样十戒。因为这十戒就是属于凡行，凡行戒，就是沙弥戒，所以沙弥是可以证阿罗汉。我曾经见过一些比丘，他不拿比丘戒，他只是拿沙弥戒而已。年纪很大了，不是小，
他就是不愿意拿比丘戒，因为他认为比丘戒太多，但是沙弥戒够了啦，沙弥戒可以修到阿罗汉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他年纪大，我们去顶礼他。他说不用顶礼我，我不是比丘。我就想，为什么你不是比丘呢？他就不好意思说，静静的笑笑的，我们也就不再多说了。所以就是反省，反省就是你遵守好十戒，这是基本的要做到的。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喝酒、不过午、不食、不歌舞乐、不相慢事、不坐卧高馆传坐、不手作金银钱财，就是十戒。所以我今年我会在这边我办短期出家，已经有几个报名了，我只是接收10个人而已，女众6个，男众4个，现在男众可能有2个。女众已经有3个报名了，国内的了，这边也有，本地这边也有，所以你们必须，如果你们要，你们必须自己去办签证，旅游签证可以的，3个月应该是可以的，差一个星期、2个星期没有什么问题的。基本上就是来就是出家，现出家相，修反省嘛，就是过现出家人的生活，简简单单，无欲无求这样，每一天就是2顿饭，就是早餐、午餐够了，过午不食嘛，早餐是允许的。所以，如果你们有意识可以考虑来，我会在这边。人不会太多，我可以带；人多我就带不了。我的精力也是有限，因为老了嘛，人老了都是需要多一点休息，这是自然的道理，没办法的。但是既然我能够带，我就带。好，所以不要紧。所以就是反省，反省以终，就是修完了，纯一清白，就是你是清白的，没有肮脏的，你的身语意的行为是清白的，名为善事。我记得我以前在学密宗的时候，他有所谓三四道。下士、中士、上士，就是这边来的，名为上士。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那个是宗喀巴大师的那个写的书的分类了。但是我相信是从这边有关的来的。上士是属于最高的嘛，无上士嘛。佛才是无上士啊，Anuttaro Purisa，Anuttaro Purisa，无上士，所以声称为善士，就是贤者、贤善的人，所以称为善士。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所以这就是385经，所以385经这边就是指。一个就是放行，存一清白，称为善事。因为佛是无上士，那些修到佛的境界解脱的人，也叫做善士，不是下士，不是中士，是善士，上等的贤者，所以贤圣的人，所以善士。所以佛说此经已，这个士的话呢，就是 Purisa 啊，就是贤士、贤者的意思，贤善的人。佛说此经已，就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好，我们今天的这个
三部经文也是花了1个小时就讲完了。那我接下来要开神音。有问题，你们就开你们的声音才来问。尊者安置。啊，你好，哼，我这有几个人在来听今天。看不到号码，太小了。多少个人？44个人，44。44个。嗯，没有新来的人吧？安子，你要问什么东西？弟子先忏悔一下，就是之前就是请的那个资料里面有一个那个尊者的相片，弟子就供在那个佛的那个旁边，不是经常供花嘛，那个花太长了，一扫就给掉到那个后面的那个缝缝里了。完了，那个缝缝就是那个。是那个打的一个柜子就拿不出来，但是弟子又想呢，掉了，对不起尊者。但是，等弟子再来的时候，看见尊者的相片的时候，肯定也种了一个学佛的种子。然后，那个然相后呢，片不见了，被老鼠对，吃了。掉到那个后面了。嗯，没事的，我就再发多一张给你嘛。好，等一下我去找一张，我再发给你嘛。但啊，这个你如果做相片，你就要去印一张。是，印一张彩色的，然后弄个框放在里面，这样它就不是，容易掉。你只是对，一那个就张，它是容易塑掉，封的嘛，这样。对，是。好的，可以的，受你忏悔。这边有人留言是留什么言呢？他讲什么东西他呢？问：“不知尊者在哪里呢哦，他在问哈，他没有上来哈，有上来吗？新来的，他说自己写信，上来了没有？来了，是新但来是了，上我来不了，知道没有，叫什哎么？我。叫什么名字？是尊者，尊者慈悲，弟子叫喜心。哦，好的，你是哪里的人？中国的。你的视频打开吗？我还不太会用。哦，昨行，天下午是你昨是天还出是家前天人下呐、午？啊，对，师傅，对，比丘尼。啊？哦，中啊，昨国。天下午，前天还是昨天下午来的有点晚。听了一点点就下了，因为哦。这几天状态不是很好。哦，前一段时间去泰国参加禅修，可能啊，是我有一个徒弟在那一边，在哪边？他在泰国，他在那边一个好像比丘尼的寺院里面。哦，那我只是去的泰国的僧侣派的。哦。哦，就是在清莱，还有就是曼谷啊，因为去年的话是，他在清迈。那清迈的话，像前一段时间我第一次参加禅修营就是在清迈。一个比丘尼的道场，很多哦，汉地的比丘尼在那边，哦，还那要就不知考道试叫啊，什么事啊。好像还要考试他，我听他说，哦，那我不清楚了，啊，我只是去那边参加禅修的。是他也是去参加的，他去学习的。哦，那我这一次的话就是参加了2个地方嘛，一个就是清迈那边，还有一个就是曼谷阿姜阿兰尊者那个地方，因为弟子的话也是刚
才刚接触，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参加禅修，南传的禅修，可能有没有去那边托钵？师傅，您是说我们自己去托，还是说去你们供可养以比自己丘去师傅啊？托啊，可以啊，我在泰国有见过他们托钵啊。我们去的寺院，他僧林派都是他们比丘师傅托钵托回来给大家吃。哦，啊，对，好，哦，这样可以了吗，师傅？啊，好的，看见你了。哎，哦，昨你大天，概40多岁吧？差不多吧，88年的，哦，哎。出家几年了？弟子师傅，你们是从哪一年算呢？从受戒的时候算吗？从拿比丘开始算，比丘尼开始算。哦，那就是09年受戒的，今哦，年那很久了。差不多15年的吧。对。啊，啊，还要继续学。哦，好的，感恩师傅。是的。师傅，您在哪里对。呀？之前我只是在一个群里面有听过师傅您讲的法。我是在澳大利亚悉尼。哦，那以后有机会以的前话，我有常常来国内，我有在国内办了好多禅修班，各个地方都有去办，江西宝丰市我都有去办过。江西宝丰啊，对，还有在这个福鼎的那个也有办过，现在都被好像都被关了，不行了，不能够办。是国内管得还是挺严的。是，如果是说要过来的话，只能是说去，相当于是旅游型的过来。是的，也、yeah。对，现在不行，我的身体的健康不行，所以我也不想来了。到时候我们过来拜见您，可以的，你们可以过来。好的，这里地方小，但是还可以住十个可以住得下。好的，感恩师傅慈悲，男众女众是分开来的，我。那挺好的呀，是的。好，有问题吗？别的人？师傅你好，我是叶之怡，啊。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您，第一个呢是，如果说没有进入初禅的根本定，或者说没有进入初禅，是不是可以修32身分？可以的，一直看它 OK，嘛，你看久了可以达到定的，好的，一直因为我在不知道。一遍又一遍看它32身分，通过看32身分跟世界差别就会证果。它的这个两个法是两种不同东西，32身分是给你看相。明白吗？就是身体里面有这些相，它是让你看这个相，然后你把这个整体的把它破解成32块，那么世界差别就不同。世界差别是要你看真实法，因为相呢是一种概念，明白吗？我们看外头的相都是概念，什么叫概念？概念就是我们的累积起来的一种对这个世间的认知，所以叫概念。但是这些都叫相，但是世界差别，那个声音把它关掉，这是属于的声音把它关掉。习心。怎么样关掉他的声音？关不了。好，你继续，我继续说。所以因此，那个世界差别的，就是你把你自己观察那个世界，通过觉知硬和软、力大，觉知流动和粘是水大，觉知冷和热那是火大。
用感觉来觉知、支持和推动，那是风大。那这个觉知来讲，从觉知的层面来讲，它是属于感受。感受呢，它还是属于概念，懂吗？还是属于概念，但是它那个四大的本质是真实法。地大，地就是地嘛，它不能够再分解了嘛。水就是水嘛，火就是火嘛，风就是风，所以这四种东西是属于真实法。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概念，通过修善时的身份，然后你就会过渡，你从你这个色相啊过渡到真实法，通过受里面感觉它的冷热、硬跟软，它还是一种概念，因为它还是感受的层面，但是。你就觉知到它里面的这个是真的东西，这个是地大，然后这个是水大，这样，然后你就觉知它的真实法，真实法是超越概念的，懂吗？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见到色蕴，它里面呢没有所谓人，没有我的存在，这就是它的关键的所在，然后。通过这样的话呢，你把色蕴破了，还没有结束，你还有受想行识蕴四个蕴，这四个蕴是做什么的？受蕴刚才已经分析了嘛，对不对？你通过觉知、感受、冷热、硬软、粘还是流动这样，支持还是推动，这是属于受蕴。受蕴是怎么样？随着六根出六尘，对吗？如何觉知你的骨头？你通过身体这样动压一下你的屁股，坐在桌椅上，然后你可以觉知里面的肉是软的，骨头是硬的，对吗？通过这样，你就可以觉知到它，然后你就觉知到这个受是因为六根出六尘，所以因此它是缘生缘灭的，因此受蕴不是我，它是无常，它是不是我？想蕴。如何知道是地大呢？通过觉知，六根出六尘，对吗？我觉知到哦是地大，通过我的肌肉出椅子，通过里面称它觉知是骨头，然后是六尘，六根出六尘，这些是属于六尘嘛？六根就是身根嘛，身体的六个根门嘛，眼耳鼻舌身嘛，出六尘。然后你就觉知到，所以因此这个想也是六根出六尘，所以也是缘生缘灭的无常，所以因此也是无我。行蕴，这个是属于修行嘛？你在修这个过程之中还是行蕴嘛？还是修行？它还是属于六根出六尘，对吗？所以受想行，在你修的过程之中，你可以观察到受想行。都是六根出六尘，都是无常，都是无我的，因此这三个就破了嘛，只剩下十蕴。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十蕴，十缘名色。什么是名？受想行就是属于名，色就是身体，所以十要攀缘色，也要攀缘受想行，所以叫攀缘四十住。这个我以前有解释过嘛，很详细的解释过，所以你就知道识呢是非常虚幻的，它本身它是要依靠受想行，依靠色，然后识去攀这四种东西，才会产生识，就是要意门内的识，要配合眼耳鼻舌身意，才会产生识。也就是攀缘呢，所以就会配合这六根才会产生六识了。所以因此，这个十缘名色，它也是缘生缘灭，也是无常，因此也是无我，就全部破了。全部无蕴破的话，你就知道无蕴不是我，就是出国。前面这样你能够这样通过观察跟正思维了。你就能够达到出国。
所以修三十二生跟世界差别是很关键的，这是最重要的，一定要修这一个。但是很少师傅这样教，我实话说，泰国没有几个，缅甸我找了很久才找一个。我也有发过这个东西在群里面，以前有发，现在不懂在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太久没有去找这些资料，总之就是这样去修它，然后你就能够达到出国。达到出国的话呢，你就会断下三道，不会去地狱，不会去做鬼，不会去投胎在畜生道里面，那很好啊，对不对？你就不用担心去到下三道。你只有剩下人跟天这两个地方，但是回来做人好，快一点就得解脱，最多150年。我跟你说，来多2次你就结束，很快的。我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说的。你下一次回来就是二果、三果了，对不对？再来多一次就四果了，你就结束了。所以，因此150年就结束了。哪里又去到天上？去天上千千万万年，那很久的时间，那太慢了。所以，这就是他的方法。哦，所以按照这样的修的方法是很迅速，而且很直接的，不用拖泥带水，不用去修那些古古怪怪的法。知道吗？明白。师傅，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您刚才在上课的时候，结合您的问答，是不是说，其实即便没有入初禅，其实也可以每天也应该要修三十二生分，然后但是呢，因为要提升定力，还是要修那个安般念和精行。是啊，安般念、慈心禅、精行。这些都要做，这些功课是要做。慈心禅可以很快入定，再从慈心禅转去安般念，这是不是他的方法？明白，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师傅，就是在修定的时候，就修安般念的时候，我有一个境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我的眼睛它会有亮点，持续的出现，包括就是我不管是我闭上眼睛还是我睁开眼睛，它在眼前都是会有亮点这样飞过。你这个大概要去检查一下眼科医生，这个叫飞蚊呢。你可能你看太多这些电脑视频，要注意，因为它会带来白内障。去检查一下眼科医生。一般上，如果我们修定，如果看见亮光。闭着眼皮看见亮光，那个亮光是非常柔和的，不会很刺眼。如果是刺眼，那就表示它是其他的因素造成的，所以就必须要去给眼科医生检查一下，懂吗？因为可能是看手机看太久，或者手机的屏幕太亮造成的，因为手机的那光呢是有害的。它叫蓝光，它是有害的。一般上，我看手机，我的手机的亮度是最低的。我看有些人开得非常亮，这些人迟早眼睛会坏的。现在的人的看眼科医生的人太多了，眼科医生已经是应付不来了。主要就是这些科技的产品带来的灾害。明白吗？现在都是往这一方面去做，平板啦、手机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要有一个屏幕，连手表也要弄一个屏幕在那边，糟糕。师傅，但感觉我感觉好像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就
当我的气没有冲上头顶的时候，好像这个亮光的情，这个亮点的情况就是会好一些。就不会有啊，对，但这是样当子啊，气冲上头顶的这时候，就些会有。如果是因为修订带来的亮光，不要理它，因为这些都是干扰，完全不理它，完全跟着呼吸就是了，专注在呼吸上面，呼吸是没有亮光的，明要进白。入初禅的时候，它会出现亮光。那个亮光是很柔和的，然后慢慢就变成很平均的普遍，就好像天亮早上5点多要6点太阳要出来之前的那种泛白的那种颜色，明白吗？天空东边的天空泛白的那个颜色，那种就是要进入初禅的现象，但是那种现象也是短暂的。你一进入初禅的话，那些泛白的那个光呢，就不见了，然后你就达到二禅，啊，你一从初禅一稳定之后，你就达到二禅，二禅就完全超越这些色相了，它完全是一种感受，三禅也是感受，一个是喜，一个是乐，四禅的话，感受就消失了，色相呢？光啊，颜色的光啊，各种各样的色相啊，什么气泡啊，什么东西都不见了。这些都是属于色相，或者亮光，或者感受，全部不见掉。所以，因此你就不会有想，你的想也就结束。所以，达到三禅结尾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有这些东西出现。所以，色、受、想。都没有了，只剩下行，就是你一直在做安般涅嘛，那是属于行，只剩下一个识，就是知道，知道，知道而已。最后达到四禅的话呢，只剩下行和识而已，没有身体的感觉，没有想，没有受，明白吗？它的过程是这样，所以它你越修到越高的层次的时候，那个定呢？越用到越少的五蕴，最后只剩下十蕴。那些修到灭尽定的人呢，只剩下他是享受灭，其实他的想蕴没有了嘛，受蕴没有了嘛，他没有感受，没有想，其实跟四禅差不多，他只是完全是没有了，就是呼吸也没有了。色是属于呼吸嘛？呼吸是没有的，受是没有的，想是没有的，最后只剩下知道而已。所以想受灭定也叫做灭尽定。达到灭尽定的人，他一定涅槃的。为什么？他会知道无蕴的最后就是结束。那个识是缘生缘灭的，识缘名色嘛，识是缘生缘灭的。然后放下那个识，就是结束了嘛。所以一定涅槃，佛陀这样说。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定的过程是这样，明白吗？嗯，真的，好的，下一个问题。尊者，啊。弟子就是从初禅到初果，就是用分开步骤来说，需要多少步呢？初禅跟初果是两回事，初果是破三结，就是。怀疑戒进取身见有身见，就是有身见，就是要修三十二生分跟世界差别，把这三个解决，这三个烦恼解决，出果。初禅是修定，是修安般涅或者精行，可以达到安静，有寻有事，这叫初禅。就是你的心能够跟随脚步或者跟随呼吸，那么你的心。守住它不会乱，那就是初禅。能够跟住呼吸，心能够跟住它，知道呼吸，这就是初禅，懂吗？二禅，安般涅的话是有喜，就是感觉喜悦；精行的话，只是知道脚步，他觉得轻飘飘的有喜悦，那就是二禅。三禅有乐，安般涅是有乐啊。精行呢，
他是感觉到轻飘飘的浮起来，整个地是模糊的一片，那就是三藏，精行的三藏。所以他是安般念跟精行都能够达到三禅，但是精行最高就是三禅，不能够达到四禅。因为什么？他的眼睛是开着在走的，他不像安般念是闭着眼睛，所以你可以不要管外面的路啊、脚步啊、墙壁啊等等，懂吗？所以他就能够更加专注，就能够达到四禅。四禅就是没有了身体的感觉，没有了呼吸，没有了感受，没有了想，只剩下行跟识而已嘛。我刚才讲的，所以就是叫做一心，你的心知道达到定，知道达到定，那就是行嘛，也就是识在那边，明白吗？它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就是有一次的时候，弟子坐着就觉得反正是坐得挺舒服的，但是也没有别的怎么，反正那样坐着，反正不想动。你觉得挺舒服，你不要小看它，可能达到二禅，也可能达到三禅。总之，你眼睛要闭着了，明白吗？就是，对，就是修安般。反正就一直坐着，大约可能就是不到1小时吧，40-50分钟。反正觉得就是坐的，就是感觉很舒服。可能你的体内的那个水火非常好，能够互相交流，懂吗？水大火大可以互相在交流，所以身体非常舒服。这个未必表示你达到二禅或者三禅，明白吗？它可能是初禅的状态，就是你觉得舒服可以，能够专注，能够专注在呼吸上。完全要看你自己以后来辨别。你每次进入那个境界，你知道我花多少时间，我是怎么进来，久而久之你就知道了啊，到底我是不是初禅还是二禅这样？我对，们是。别人来，我们看不到你，我们没办法跟你。就算我坐在你旁边，也没办法跟着你，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必须要自己一直在那边摸索，自己修才能够知道。是。还有没有问题？若是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功德。来，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以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愿以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以此功德回向诸有情。我以此功德回向诸有情。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愿诸有情众同得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回向龙天护法。愿以此功德回愿向他们龙天护持佛教。护持佛教。今年是龙年了，我们更要龙天护持保佑啊！感恩尊者，谢谢大家。感恩尊者，好的。在大学里认真学习的那些，坚持，承认。